少林易筋经第七式走鬼拔马刀，林文辉师傅示范正应太极方呈现。动作要求脚趾相衔，脚跟分离成八字形，两臂向前成叉掌立于胸前，左手屈踭经下往后成勾手置于身后，指尖向上，右手由肩上屈踭向后伸，拉住左手指，另右手成抱颈状，脚趾爪地，身体前倾，好似拔刀一样。吸气时双手用力拉紧，呼气时放松，左右交替反复5至10次。口诀咁话：侧手弯弓，抱顶及颈，字头收回，佛焰力猛，左右相轮，身直气静。而家请林文辉师傅为我哋示范。吸气，让我凹内，呼气，个肚胀出嚟。手，少林易筋经第七式，走鬼拔马刀。手抱头，将个左手向上拉，手踭向天，吸气。旋转，脊骨要中正，头顶向上圆。左手抱头，手踭向天，吸气。将右手向上拉，向左转，右手抱头，手踭向天，将左手向上拉，吸气。转，脊骨要中正，左手抱头，手踭向天，右手向上拉，吸气。吸气，呼气，等一下。林师傅将会在下一辑 HL08C 同大家分享第八式。如果你支持我哋嘅课程，就请你按赞好、订阅同埋分享。疫情即将过去，假如你想参加我哋嘅实体班，可以上我哋网站嘅商场报名，我哋保证你一定有所收获。